哎呀，不好了，天狗吃太阳了。嗯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天黑了。你看日食了。天狗吃了太阳了，我们赶天狗呢。这是日食，自然现象啊。嘘，古人都喜欢将自然现象艺术化来着。艺术化。往日里出现日食月食的时候啊，百姓们就会敲锣打鼓放鞭炮来赶天狗，让天狗把吞下去的太阳月亮给吐出来。不过在江苏一带，四月初八还是赶狗节呢。啊，还能当节日过啊。是啊，到了农历的四月初八呀，那儿的家家户户啊都要捏两种狗，一种是拌泥捏泥狗，一种是揉面捏面狗。等晚上月亮出来以后，农妇们把泥狗倒进河里放一阵鞭炮，然后回家把面狗蒸了吃。嗯，好奇怪的习俗啊。习俗可都是有来历的。是吗，老奶奶？快给我们讲讲吧。为什么要捏泥狗面狗？这天狗又是怎么来的呢？好好，那我就来讲讲这天狗的故事。传说古时候啊，有一个叫木莲的公子，他为人善良，十分孝顺母亲。娘亲，请喝茶。可是这木莲的母亲青堤夫人生性暴力，贪婪吝啬。儿啊，有事儿没事儿的别老接近那些穷人，看着就心烦。娘，那些都是穷苦的人家，遇到天灾庄稼收成不好，全家人都得饿死。我们家既然富裕，施些米粥救救人也是好的呀。那都是他们的命不好，与我何干？这一天，青堤夫人经过寺庙，忽然心血来潮，动起了坏脑筋。青堤夫人来施斋啊？施斋？啊！听说这庙里的和尚都是吃素的。我就让他们吃吃荤，看他们唯唯诺诺的样子就讨厌。第二天，青堤夫人就派人送去了360只狗肉包子，假说是素包子，送去了庙里施斋。阿弥陀佛，罪过罪过。今天的和尚开荤了。这件事情让天上的玉帝知道了，玉帝十分震怒，将青堤夫人打入了地狱，化为恶狗，永世不得超生。我知道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！求求你，求求你，别把我打入地狱！求求你！太晚了，娘亲。许多许多年以后，恶犬逃出了地狱。我要让你们所有人付出代价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他上天入地，无恶不作，见到太阳吞太阳，见到月亮吞月亮，弄得人间暗无天日。天狗吃太阳了，天狗吃月亮了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天狗的名字由此得来。那么捏泥狗捏面狗赶天狗又是怎么来的呢？传说那是有一年的四月初八，
地里的麦子刚刚泛黄，从麦田里忽然传来了骇人的狗吠声。出什么事了？谁家的畜生啊？这成群结队的天狗糟蹋了田里的庄稼，原本好端端的几千亩麦子只剩下了麦秸。哎呀我的妈呀，哎呀，全家老老小小都指着这麦子地了，如今变成了这番模样，这可让我们怎么活呀？惨了惨了，今年的收成没了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正当大家乱成一团的时候，一个白发老人走了过来，给大家出了主意。哎呀，大家不要慌，我有个办法能赶走这天狗。哎，我告诉你们，老人吩咐大家捏泥狗倒入荷塘，然后引诱天狗也跳进去。赶天狗了，赶天狗了，赶天狗了！那些天狗见泥狗跌进了荷塘，以为是同伴进去了，也一个接着一个的跌了进去。哎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天狗淹死在了荷塘，人们保住了庄稼，而赶天狗的习俗也就这么流传了开来。嗯，真的会有天狗吗？你怎么那么笨啊？不是说了吗？这只是个民间习俗。哥哥，你不要那样说棒棒，棒棒生活的那个星球当然没有这样的习俗了。嗯，还是西西好，我要把这些习俗都记下来，回去以后记在我的宝典里。宝典是什么呀？宝典就是、哎呀，别就是的了。老奶奶，我们什么时候吃饭啊？好好，我这就去准备。老奶奶，我来帮你忙。好，我也去。好，孩